以蒜为主题的话，你要给我们大家带来一个什么菜？排骨烧独头大蒜。哇，我这里呢有一个口诀：一勺酒，两勺醋，三勺糖，四勺酱油。蒜香味浓，排骨的口感非常的好。温拌蒜泥腰花，加一点淀粉，糊啊腰花的表面，感觉像一个凉拌菜。今天我这个菜啊，其实就是生蒜和熟蒜的一个完美结合。哇。哎，叔叔，我想问问您啊，您平时喜欢吃蒜吗？哎呀，我是特别喜欢吃大蒜。我河北人吧，尤其是张家口这一块，我们当地人啊喜欢吃烤羊肉。您知道吗？烤羊肉的时候，如果就用点大蒜，那味儿叫一个香。呵，你俩干嘛呢？扒蒜呢？嘿，对。这个我就特别好这口。我跟你讲啊，真的，我非常喜欢吃蒜，但是有些人他不服。我们看看他说啥。太吃了，哎呀天哪，哇，好香的面条啊。哎呀，吃一块面咬一口蒜啊，太爽了。李哥你干嘛呢？吃面呢。你这么吃这蒜就算白吃了。我怎么就白吃了？你闻闻，我怎么就白吃了？一口面条一口蒜，那你是真是白吃了。怎么就白吃了？哎呀，你不知道这个蒜里头呢，只有经过拍碎后经过氧的充分的融合，这时候大蒜素才能出来。明白了，蒜不能直接扒了吃，还得把它拍碎了，把那个蒜素给它全部发酵出来才行。好，今天咱们说到蒜，来了二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，首先介绍一下，哎，大哥怎么称呼？好，我叫高伟，是一个厨房爱好者。老白，啊，老朋友了，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，荠菜大厨白小军。以蒜为主题的话，你要给我们大家带来一个什么菜？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个排骨烧大蒜。呦喂，尤其是烧独头大蒜。哇，大哥看您的了。好，首先呢咱们要把蒜呢做一下处理，先做一下的蒜油，把这个蒜呢煎一下啊，来点油。大蒜素是辣的那个味道吗？还是说是它只是咱们口感尝不出来的一种？它其实是大蒜里含有的一种非常它自己独特的一种营养成分。哦，比如它有消炎，提高免疫力，还有杀菌的功效。哎呦，太好了，这个非常好。大厨说的有杀菌功能，杀菌这个我还真有经验。那当然，你有？哎，我在出去到野外做，因为我是做林业工作的，哎呦，到野外工作，是吧？没有这个条件不太好的时候，那总要兜里揣几头大蒜，真的，哎，完了包了，拍一拍，让这个蒜呢，蒜大蒜素充分的发挥了，这时候再吃，啊，干什么呢？就是杀菌，防止咱们跑肚啊。跑肚，哎，这个火呀不要太大，煎这个蒜的时候，好，哎，温火要太大了呢，外焦了，里头呢还不太熟，这样呢不好吃。好，要把它煎到金黄吗？对对对，哎，差不多了，这个差不多了是吧？对对对，好，好，要把它捞出来吗？拿出来，好，备用。我们这叔叔的做饭的功力还是有的啊，不愧为民间高手啊。你看这个蒜煎的还是金黄色，金黄非常不错的。高大哥，您今年退休了是吧？对，退休六十退休，六十有三，六十有三，哎呦，那您做了多少年饭了？也得30多年了。哎呦天哪，比我的年纪，我今年39，那肯定比你年龄大。好，这个做法平时还是比较少见的，因为我们可能要是做排骨的话，一般先用水洗一下，哎，再汆一下，对不对？然后再炖。它这个是用蒜油来煎这个排骨，第一，把这个蒜的香味啊会迅速的融入到排骨里边来。第二点呢，排骨表面的肉能够迅速糊化，锁住水分，保证排骨的营养，哎，不至于流失。好，这个基本可以了。
对。下面我再这个开始咱们烧了，来点姜，来点姜，姜，对，葱，好，来点蒜末，蒜末要一点蒜，我来给你切吧，不用切，嗯，我有好工具，哎呦，哦，这是您从家里带过来的？对，这是我姑娘说我爱吃蒜，所以呢就找了一个东西，哦，放里头一拉，来回一拉，哎呦，哎呀，好，嘿，这频率可以，行了，小蒜泥，好了，嗯，稍微放一点，嗯，哦，好，完了呢，咱们可以把这个排骨，嗯，去放在里头，好。我需要一点酱油，来，派特的酱蘸汁，嗯，啊，好，这个家里经常买这个，哦，好，我这里呢有一个口诀，嗯，基本呢叫一勺酒，嗯，两勺醋，哦，两勺醋，啊，放了醋以后是不是肉质会更好一些？对，醋呢可以呢促进肉的熟，嗯，三勺糖，嗯。四勺酱油，一二三四，记住这个口诀，一二三四，这您自个儿总结的是吧？对，再加一点开水，好，盖上，15分钟，完了呢再一收汤就可以了，好，菜。趁着我们正在烧排骨的时候呢，跟大家伙一起来做一个小实验。网传呢有几种方法，咱们是在吃完大蒜之后，你嚼吧嚼吧吃了一下以后呢，可以消除嘴里的臭味儿。第一个，吃完大蒜喝牛奶；第二个，嚼花生米儿；还有一个呢，嚼一口橘子，就是咱们准备的金桔。咱先吃蒜吧。好辣，来，那您选哪一个？您选金桔，我选花生吧。那行，你们吃这个，我喝奶。咱们仨自己互相闻不到了，闻不到有办法呀！欢迎回家吃饭的张勇、张大厨。来，张大厨，有请大家给一下热烈的掌声，欢迎张大厨。张大厨，嗯，来，欢迎。我们先给大家来，给张大厨来点老蒜的味道，怎么样？味儿重吗？还是有一点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老白的。哎，大厨这个。好一点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我的了。嗯，我平时很少喝凉牛奶，我刚才喝了一口，一口也就够了。那磊哥，你多喝点。说啥呢？咱俩是吧？怎么样，味儿重吗？还是挺重。真的？你觉得哪一种除蒜味相对来讲是最有效的？嗯，白大厨这个。哦，真的？对。来，恭喜白大厨获得我们这次除蒜味大赛的冠军，来，请我们的颁奖嘉宾张大厨给他一个深深的拥抱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哎，人呢？好吧，不待了，谢谢。我们接下来这排骨怎么样？排骨已经好了，收汤就可以了。收这时候在前呢，我还有点配菜，哦，把它那个菜焯一下，加一点油。这个菜里面啊，汤在这个水里面加了油以后呢，既能够保证这个菜烫出来以后油绿油绿的。第二点啊，这个菜如果烫出来以后沾一点油的话，口感会更脆的。哇，这时候可以把大蒜啊放，现在再沾一点。嗯，好。其实我自己在吃红烧的时候呢，我会留一点汤汁儿，我觉得那样拌着饭好吃。对，今天这个汁儿我收的非常合适啊，也熟了，汁儿也没了。香葱，点缀一下，好看。今天我做的就是，
尝。谢谢。好吃不好吃和好看不好看是两回事儿。来，上三碗米饭，白大厨来了，谢谢您呢。我来帮大家分一下排骨，来，您劳苦功高。哎呀，来，白大叔尝尝啊。哎，咱们今天吃的米饭呢是涪陵门的经典米。哇，想不到这么一点时间能把这排骨烧得这么好。这个排骨的蒜味特别浓。嗯，蒜味浓。来，来吃个大蒜吗？白大叔。作为八蒜老爷们儿，觉得这个菜感觉怎么样？我感觉，蒜香味浓，排骨的口感也非常的好。今天呢，我们整体这个荤素搭配非常的好，而且我们制作这个流程也非常的科学。无需添加感为先，太太的原味先喊您回家吃饭了。买米买面，认准涪陵门，回家吃饭由中粮涪陵门米面冠名播出。锅里下油，把大蒜在里头煎出来蒜油，再用蒜油把排骨两面煎成焦黄备用。调汁儿，加些葱，把排骨放里头，加料酒、醋、糖、酱油，加水没过排骨炖制15分钟，烫菜，用开水烫制一下。最后呢，收汁前呢，把大蒜放里头，完了摆盘，撒上香葱、芝麻粒，这道菜就做好了。温拌蒜泥腰花，那我做这个腰花呢，还有一个妙招，糊啊腰花的表面，迅速的包浆。老白，哎，你今天和蒜打个交道，要做一个什么菜啊？我今天这个菜呢，叫做温拌蒜泥腰花。好了，做腰花了啊。当然，主料就是我们这鲜猪腰。这个腰子呢，一定要选新鲜的猪腰，颜色，是这种温红色的啊，温红，不要选颜色太深的，或者颜色太浅的。颜色太深呢，它里边血比较多，排的不是很干净。颜色如果浅呢，就说明这个腰子不是很健康。明白了，明白了。今天呢，我要给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改腰花的心得。腰子呢，我们要放平，均匀的片开。按住我们这个腰子里边结缔组织的部分，轻轻的片下，片完里边这个组织以后呢，我们就要改我们的腰花了，这个腰子呢，跟我们这个腹部啊成垂直角度，在这个角度下往下移45度，这个刀的坡度应该也在45度左右。第一刀慢一些，不能切断，切断的话整个这个腰子就开了。片完了以后呢，不要动，手轻轻顶住我们的刀一下，也不断，不能让它断的。你看一下，没有改开吧？没有。怎么衡量它能够改好呢？就是在这个地方能看到改竖刀的痕迹。四断非断，四连非连。腰花改完了以后呢，我们放到水里浸泡一下。因为时间的关系呢，所以我就提前准备了一份改好的这个。这是多少个腰子？这是3个腰花。改完了以后呢，我们放一些水浸泡，里边会放一点料酒。蒜片它起到一个去腥增鲜的效果，浸泡15分钟吧。今天呢，我做这个腰花呢，除了加料酒跟蒜泡以外呢，还有一个妙招。我先烧水，烧完水以后把这个妙招交给你啊。这个腰花泡过一定的时间以后呢，我们就把这腰花给取出来。看一下啊，控干里面的水分。我说这个妙招呢，就是这个淀粉。对，好的，我们要加一点淀粉。就是说这个淀粉呢，糊啊腰花的表面。让它迅速的包浆。下面呢，我们就要放我们的蔬菜。我前期准备了莴笋、木耳跟豆芽。好的。放一点盐。先放木耳。豆芽，
这个菜呢不要焯的太过火，熟了就可以。这个水呢我们不要倒，焯腰花，对对对对，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腰花呢控干里面的水下到里面去。看我们这个，看到没有，是不是有点麦穗的感觉？对，出来了，也不用等开哦，因为一会儿我们还有一个呲油的一个布。好的，腰花呢现在我们就来码一下，这算装盘了是吧？对，哎呦好看，怎么样？好看。我们叫温拌，就是我们肯定拌的话会有一个汁儿。我们先倒一点开水，料酒少许，醋，放入我们的盐，少许胡椒。好的，放一点我们太太乐的酱油，就是对鲜贝露。对，放一点鲜贝露。太太乐这个鲜贝露啊是用鲜贝提炼出来的，非常的鲜嫩。来一勺酱油。好的，够了。香油。今天我这个菜啊其实就是生蒜和熟蒜的一个完美的一个结合。这个汁儿呢我就算是调完了。下面厉害的来了。煮熟的吗？这是我提前蒸好的大蒜，碾成泥放到腰花里边去。好，这个碾的话呢就很方便了，往下一压，看到没有？稍微斩一斩，铺在这个上面。这个汁儿呢我们是浇在这个腰花上面的。放一点小葱。下面呢我们要撕一点油，就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道工序了。凉油就进花椒啊。对，好。这个油呢是要滋到这个上面去的。哇，哇，好，来，劳苦功高，白大厨，谢谢。来，您坐着拿。好，我来给大家分腰花啊。哎呦，蘸点汁儿，蘸汁儿。高大哥，好，您尝尝。一定要蘸汁儿，很香。这个腰花很脆，有没有那个膻味？对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尝一个。真的很好吃。熟蒜尝一尝，吃一点腰花，吃一点熟蒜，感觉不一样。而且这个大蒜呢，加进去以后，有它独有的一个大蒜熟大蒜的香味，熟大蒜香，而且是甜香味。大蒜天生是为腰花准备的。真的。这个蒜呢，不仅能够增鲜增香，主要去除了腰花里边的腥味。吃完了腰花，还提醒大家无需添加敢为鲜，太太的原味鲜喊您回家吃饭了。买米买面认准福临门，回家吃饭由中粮福临门米面冠名播出。新鲜腰子片好以后，去除筋膜，改成麦穗花刀，放入料酒蒜片，锅内加水，放入油盐少许，放入木耳、豆芽、莴笋，烫好以后放入盘里垫底。腰花拍少许淀粉撒在锅里，待腰花八成熟迅速出锅，码在蔬菜上边。将提前准备好的熟蒜碾成泥，码在腰花上，碗内加开水，加入料酒、醋、盐、胡椒粉、鲜贝露、香油、蒜泥，调匀后浇在腰花上，炒锅下油，放入花椒和辣椒，炸出香味后浇在蒜泥和腰花上边。这道菜呢就做好了。今天的两个菜不知道大家学会了没有，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一点，大蒜全身都是宝，无论是生的吃法还是熟的吃法，适量吃蒜对身体好。今天讲的两个菜呢，大蒜的不同的烹制方法，一个呢是把它煎熟了以后来红烧肉，还有一个呢用生蒜加熟蒜尝到这个大蒜素的这种鲜美和大蒜的美味。还有一点啊，像刚才高大哥说的那样，下次我在吃面的时候不要直接搅蒜了，拍一下，等会儿再吃。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回家吃饭，咱下次节目不见不散，拜拜。